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喂，听不到吗？你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我是外国人，第一次玩游戏，你能带我出去吗？你好，你知道了吗？听不懂啊，老张，你说什么？你知道了吗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还要饭。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听不懂。怎么办？我不会中文，说得不好。没关系，你来自哪里啊？我来自日本。日本啊？嘿。你会日语吗？我会咪西咪西。もしもし？咪西咪西哒哒的。那你？那你？咪西咪西哒哒的。俺は妹妹、君は名前は？咪西咪西哒哒的。你是什么名字？你是什么名字啊？我是中国人。中国人。我是日本人。中国人，日本人。对的。我是妮妮。你是小学生吗？大学生。六。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？毛长齐了没有？多大了？那里？多大了？你多大了呀？何岁？几哪哪岁？我说你多大了呀？17岁。20岁了。六。17。18。你几岁了？我40岁了。40岁。对呀、啊。爷爷。对。波伦币，波伦币听得懂吗？波伦币。嗨 ，OK OK。谢谢爷爷，我不要。你毛长齐了没有啊？你毛？我说你毛长齐了没有？你毛长齐了没有？对呀、啊。你毛长齐了没有？你怎么会中国话、啊？我操，你是不是骗子？听不懂。你是不是骗子啊？我留学，啊，你在中国留学？我的同学是中国人，他们教我说中文，我不会说中文。你在中国哪里啊？北京，中国北京。我想学中国歌，你会吗？中国歌？哎呦！哪里啊？一堆变态！中国歌，我要学中国歌。我不会唱歌，好不好？我要学中文，你教我中文，我要学中文。同学不是会教你吗？我不会中文，你教我中文。嗯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打扮舞，那你？我说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你问一下你同学。什么意思？打爆。对啊，你不懂吗？打爆。不是打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和男人睡觉，知道吧？睡觉。你有没有和男的睡过觉啊？苍井空认识吗？苍井空，耶！坏叔叔。你喜欢张景公？他是我情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喜欢日本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去过。想去吗？我带你去。想去干嘛？想去找你去干嘛？打爆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没跟男的睡过觉啊？没有。没有才怪。男生下面有怪物，你有怪物吗？我没有。こんにちは。这么牛皮的吗？やめて。こんばんは。妹子，你在哪里？咦。どこ行くの？どこ行くの？ガチガチ。やった。やった。もしもし。网骗吗，妹子？君は名前は？这他妈什么服啊？ガチガチ。OK。不要ガチガチ了。OK。早过。我觉得我动画片看多了，他居然说的我听得懂。红灯。不要说了啊！再说小心下去，我杀你！不要杀我！真的。多谢你，我的哥哥。好，我受不了了，下去你别让我捡到枪，捡到枪你就凉了，真的。你最好赶紧跑，有你没你倒照样吃鸡。可杀喽！哎呦我操！你俩不要吃鸡的吗？拜拜，马丹呢？报应啊，真的是报应。